官武是忧患入胜的代表，除了是儒家的圣人，也是佛教的徛拿护法。听讲官武死了后，孤魂显灵伫咧佛教玉泉山，经过僧人普净开导了后，心生惭愧，而向大师求受三皈五戒，正式成做佛弟子，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。相传元世祖因为尊崇佛教，封官武为佛教监坛，这是官武伫咧佛教地位法定化的开始。官武义勇相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一部由人到神超凡入圣的伟大传奇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官武的故事。今仔天下大乱，国家政局无稳定，到处拢伫咧战争，老百姓的生活实在足艰苦的。老毕、关羽、甲张飞这三个兄弟，对现在的政局是比来时，也有宦官伫咧掌控，感觉又心又气愤。尤其是老毕有方式的血缘，伊无一天无伫咧想，要安怎为国家尽家己的心力。三个人对关心国家大事，渐渐啊心内拢知影。不过，伫当时公开谈论国家大事，批评当朝的官员，讲一寡对当权者不利的话题，这拢是袂用一个，无像即马遐那民主自由。万一被人听到去举报，是会被抬头的。为着惊过墙又逆，三个人决定换一个所在继续讲。平安，三个人开讲甲真欢喜，各自畅谈家己的抱负甲经历，互相敬重。因发现讲彼此拥有共同的梦想甲共同的志向。张飞行伫咧头前，带着老毕甲关羽行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一间隐秘的房间。伫咧遮，都准做是大吵大闹，也未有人听到。张飞正伫咧兴头上，着急想要延续拄只的话题，老毕借故找了理由，惊太太伫咧厝里会担心，就先离开了。张飞有淡薄仔无欢喜，认为老毕是惊代志的人，伊伫咧心内有淡薄仔看袂起伊。关羽因为无家可归，张飞认为两人已经结拜做兄弟，以后军刀就是恁刀。迄天开始，关羽就带入去张飞的厝，两个人规天形影不离，日时会做伙练武，暗时也会散饮，讲一挂文学这一类的话题。不过，大部分拢是张飞听关羽咧讲，因为这段时间的斗阵，张飞发现讲，家己伫咧文才甲武艺方面，甲关羽实在差太济了。也因为安尼，伊对关羽搁较尊敬。关羽老毕，伊的生活无太大的改变，只是四界未吵吵，暗时一半摆会去张飞的厝，甲两位兄弟饮酒开讲。张飞性地较急，有话直讲唱袂调。伊对老毕伫咧谈论国家大事的时阵，关情顾后的模样，也阁有为了要赚一点点的利润，逐天辛苦的走总。伊认为老毕的格局无够大，毋是一个做大代志的人，即阵国家看袂起伊了。令人讨厌的是，每一届只要酒穿好势，准备要甲二兄饮酒的时阵，大兄都会突然出现，好亲像是算好时间同款遐尼准。今仔日张飞故意选择的日时，老毕出门做生意的时间，邀请关羽饮酒，酒后啊才拄只提起来，老毕的声音就出现了，穿平平为后边赶到。张飞心内暗想讲，真正是看到鬼啊！
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时，拢躲未过。敢讲伊会晓算命？这是卡罕吗？也是老毕真正算出张飞有意要来撇开伊，所以伊总是会当伫两位兄弟饮酒的时阵，马上就做出无约好就当着的安排。张飞对老毕开始感觉厌烦，决定要找机会创治伊。张飞因家的后院有挖一个洞，几年前张飞的太太要伫遮种一丛树啊，因为暂时找无到喜欢的树种，所以这个洞就一直空伫遐。这个无大无小的洞，就变成张飞要创治老毕的好主意。一天下昼，张飞叫人用一顶草席啊，将洞甲砍掉的，然后伫洞边摆一道酒席，等待两位兄哥前来。今仔日创治人的身份，大义请客意义。张飞家己想咧想咧，忍不住欢喜甲哈哈大笑。拄啊卖完绿豆啊，回来的官武看到张飞离谱的笑容，加上伊的目睭斜来斜去，迄种插头插脑的模样，直觉认为唔对。官武本来就唔是今仔日设定的主角，张飞就将这张为伊设计要变高人的全部讲予官武听。张飞甲关羽已经坐落来，留下罗笑顶的位，等一个刘备来到位也无通敬了，只有这个位会当坐。一个想到刘备坐起来了后会跋入去坑里，迄种闹鬼的见笑模样，张飞又搁得意的笑起来。关羽唔同意安尼创治大哥，叫张飞就要有斩斩，不过已经袂赴了。因为刘备已经到了，关羽不安的眼神伫咧向刘备暗示着。刘备免哪会知影咧？张飞也真紧张，伊无希望关羽破坏了伊的好事，赶紧站起来，记着康威讲：“大哥，位拢替你准备好势了。”刘备将鞋啊脱落来，脱赤脚踏上罗笑。关羽不忍心看。将头挖过去，替刘备足担心的。张飞真想要看，将两蕊目睭擘甲大大蕊，目睭仁上准准，连叮当也无叮当。刘备位徛起哩，到甲坐落来，捧起酒壶啊，啉落第一杯酒。迄张罗笑连叮当也无叮当过，这真正是奇怪了。免有可能人坐伫空顶悬袂落落去咧，敢讲七月半看到鬼了。张飞唔信邪，趁刘备甲关羽讲话时阵，偷偷掀开罗笑的一个角啊，伊大着一惊，马上将罗笑扛起哩。因为心虚，张飞唔敢直接看刘备的目睭，当时伊也伫咧想讲。这位刘备到底是什么人物啊？趁刘备离席的期间，张飞对关羽讲：“伊拄只掀开罗笑，看到坑内底有一尾超大的蟒蛇，将身体箍做圆形，好亲像是一个蚁蛛啊，和刘备坐哩。莫怪大哥无落落去。”听张飞形容甲这么传神，关羽正手一个掀。将罗笑掀开一个看，当里的蟒蛇唔那超大只，身上也阁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是一尾真水的金龙。张飞心内想讲，莫怪刘备拄着代志，总是会当先冷静落来，原来伊会晓拍算，伊真正是金龙天子。今仔日金龙出现，也都表示讲刘备的身份曝光了。将来想要为百姓造福，确保天下太平，伊一定就要维护亲像大哥这款的金龙天子才会用。远远的看到刘备往伊的位行过来，关羽对张飞吟一下，
叫伊卖阁再闹了。看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关羽甲张飞拢知影，刘备绝对毋是普通的人物。既然伊会用枕头啊算代志，毋知影是毋是有算出张飞的恶作剧。刘备如是毋讲出来，张飞如感觉眼热。关羽嘛咧想，难道这是一种策略吗？刘备观察出现场有无同款的气氛，伊先开口化解眼热。伊对两位讲：“家己请来小弟者，又食又啉，心肝内感觉真歹势，想要请两位明仔载来我的厝内食饭、啉酒。”就安尼，换张飞挨约啊！伊伫咧想，大兄是毋是要报仇，准备要好好修理伊？不过，这是大兄第一届邀请，无去嘛是歹势，要安怎呢？当伫咧为难的时阵。关羽真干脆拿起酒杯啊，大声讲：“明仔载，阮两个一定到。”张飞亲像是在玩佚佗恐怖箱的囡仔，唔知影手要伸入去，会摸到什么物件呢？其实可怕的不是物件本身，是面对未知迄种恐惧的心理。其实，代志无遐尼复杂。老毕早就想要请两位结拜兄弟到底处理小林一下，但是老毕的太太感觉讲处理实在是太寒酸了，惊结拜兄弟因看到今后会看袂起大哥。阿秋阿金高人高心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斗阵，三个人的感情早就已经甲亲兄弟共款。老毕坚信，兄弟因未因为伊的善车都看袂起伊。太太知影讲袂过老毕，都提出一个条件，才答应要请客。伊叫老毕去准备几个袋仔，内底都爱堆满黄豆，然后将袋仔嘴锁起来，嘴黄的脚摆放伫咧厝内。无偌久了后，关羽甲张飞到位了。两个人头一次来到大哥的厝，确实有淡薄着惊。张飞今仔日是早着赎罪心来，那无伊迄种大肆己的个性，早就已经从眼前看到的提出来滚生笑了。老毕的太太头一次看到红仔结拜兄弟，亲切地招呼两人坐落来。关羽身上佩戴一个由高的小锁甲。造成的大红锁啊，盖吸引老毕太太的注意。关羽透落来，予大家欣赏。那饮酒的同时，那讲到家己太太乌金钉送伊的礼物。当年，关羽为华山学生倒转去处理了后，乌金钉送伊一个。有两粒人心形状的小沙甲组成的同心结，这是两人的定情之物。结是一个充满情感的文字，无论是结交、结合、结缘，也是结发夫妻、应结同心，拢让人有一种关系亲密美好的感觉。结甲结谐音，另外亲像是福。乐、修、喜、宅、安、空等等这字，拢有吉祥、福气的意思。所以，新结自然就成做了传统文化的精粹。古早时阵，查某囝出嫁时，老母那为伊西装束结，那交代婚礼礼节，结礼这个词，就成做了当时结婚的代名词。当年以两粒心为图案的锁结，是当年等待思念对方的同心结。
官务要到人，两个人必须分开的时阵，太太给了伊这个大红锁啊夹，意思是叫官务无论经过搁较久的时间，拢唔通袂记住别离的一个夹，会当叫伊离别夹、思念夹，也当合作挂欠夹。官务摕着红色的离别夹，斟酌的金金看，亲像是伫咧回应乌金丁对伊的情深意重。伫咧安尼乱世当中，会当有大度量生存红色的理想。老毕的太太对乌金丁有着讲袂出的感动甲佩服。伫老毕招呼之下，大家坐落来食饭、饮酒。官务看到厝内面有几啊块布袋，全部拢装满满，束口向下，整整齐齐摆好。伊好奇问：“这是啥物物件？”老毕知影太太爱面子，惊兄弟看袂起，就笑笑随口讲：“无啥物啦，不过是几块啊黄金尔。”白目的张飞马上大声讲：“大兄，啊你住到这间草厝啊？”你是会当晒到日头，暗时啊，搁会当看到天星。若是落雨，我看也着爱举雨伞。过来看恁家遮，即几个啊，鞋啊、碗、瓢啊、盆啊，东欠一角，西起一角，无一空是完整的。你若真正遐哪有钱，哪有可能会去卖草的，赚迄点点啊钱呢？我看你啊，大概是爱面子，搁爱捧场，骗人的啦。张飞以为家己真聪明，一直拢讲袂停，也不爱看一边啊的官务，两粒目睭对伊已经腻甲强要出汤啊。官务硬是将酒壶啊摕予张飞讲：“来来来，饮酒。”张飞确实是袂晓看面色的人，伊身躯压压，手伸去摸茶啊，这茶啊摸起来定定，内底敢讲真正是黄金。老毕当然知影毋是，又阁袂当讲出真相，这气氛真正是令人解救。张飞以大家未赴反应的速度，将其中一个袋仔变好正，快速的拍开锁啊！结果三个人同时惊一跳，内底真正是黄金金的金啊！这个袋仔的主人是老毕，老毕也未了解讲。伊带入去的明明就是黄豆，为什么拍开了后变成做黄金？伊向两位兄弟说明，先怎要安尼做的理由。三个人应该拢是惊到戆去了，捧起酒杯对着金阿公干杯。这个时阵，官务对老毕讲：“你既然是皇室的后代，先怎唔直接拍出皇亲的旗帜？”来招兵买马，好好啊，拍一场战争咧。张飞问讲：“敢是惊钱无够？你看，天公伯啊，拢甲你送来了。即阵你无理由提示啊。”关羽听了后，敢若悟出了什么道理？伊讲：“这敢毋就是说明了迄句‘三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’的即句老话？”这敢会是天公伯啊，伫咧暗示咱，着爱永远徛做伙，团结一心的意思。张飞大声的赞声讲：“对，二哥讲了对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啊的意思。”关羽向老毕讲：“假使真正是天公伯啊的意思，那呢，大哥、小弟，咱三个是不是应该搁再一届对天明誓呢？”第一次是大蟒蛇的伤害，这一次是黄豆变黄金。老毕甲天嘛唔知影这是啥物原因，将唔知影的答案全部拢撒予天公伯啊，代志就会变甲较神秘，而且不得不相信。三个人决定，既然这是天公伯的意思，当然就爱顺从天意，再一次结义。第三次的结义日子就选在明仔载，明仔载请继续收看关羽的故事，咱再会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大家好，我是品瑞。
三个人结拜后，你家就是我家，没有家的关羽就住到张飞家了。两个人感情好得要命，整天腻在一起。关羽会读书又会武功，张飞很敬佩他，每次都会邀请他来喝酒。他每次都故意不邀请大哥刘备来参加，可是好奇怪，每次刘备都会刚好出现。白目的张飞想了一个鬼点子来捉弄刘备。张飞家后院有一个洞，他在上面铺了草席，让刘备坐在上面。刘备不但没有掉到洞里，还稳稳地坐着。张飞不信邪，偷偷地把它打开来看，结果吓了一大跳，马上又盖回去。张飞看到洞里面有一条超大的蟒蛇，把身体卷成圆形，在下面当垫子给刘备坐，难怪他没有掉下去。张飞相信刘备一定是真龙天子，以后他不敢再这么无礼了。他们的相处过程有一些事情也是解释不清楚的，既然这是老天爷的意思，当然就要顺着天意走咯。三分钟聊关羽，下次再见。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话拨号码4227-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